还蛮开心，说自己有这些改变，而且看起来好正。现在拍照会说，哎、欸，还有头发，就是从头发上面开始往下拍，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发，因为完全也不会怀疑说这是个假发。这是我的新发型，然后非常满意，觉得我只能说100分。